今天到了曾经发现气爆案的拥挤小馆现场。我怎么从来都没吃过这家啊？啊，这边有很多特色的小菜。它分类有猪肉、鸡肉、家常点。向前，没有客家小炒那种。肉干肉丝，我们只是没有加鱿鱼。哦，肉丝 ，OK， 真的很好吃哦。好，试试看。好，谢谢。肉干。而且豆干里脊肉丝170。鲜虾、豆腐、蛋类，还有包类，非常饱，240。鲜鱼，还有一些需要前一天预定的，像五锅鱼啊、水煮牛那些东西。还有副食。等一下，看一下好不好？哦。我们点菜。你不要乱讲，你想啊。加40而已。这家的菜一看就是好吃。这是160吗？这是什么？49。260还是160？超脆，他们的东西超好吃的。啊。在录影。他待我有辣的菜啊，我少了一样菜啊。这是什么？是有七样。菜单好像没写啊。没有啊，有一道菜的时候跟鱼香茄子是一样的味道。蚂蚁上树。应该点蛋的。蚂蚁上树。秋冬限量的松板猪川青。还有它虾仁，这260超值。这虾可以把我们的菜单拍起来。以后就这样叫，你们都在。他们叫一百元而已。小心，在我的手。东坡肉，小心。啊，你们菜也有东坡肉。哦。